Let's go! CD 最短的四卡合体配法，那这队为什么 CD 最短？再说一次，庸子当队长的时候一进场就可以开，这是他的队伍技能。然后他本身主动技能开下去之后，又可以直接手消全板减 CD， 所以这队如果说你要最快能够跳起来的话，你要每回合整板消除。我们就来先试试看这件事情。一个升华，一个没升华，合体会没剑。哇！所以我这样合体，我这个没有升华会没剑哦。那这样到底是赚还是亏啊？那感觉没亏也没赚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，NG 导演，我们这要实测的是。最快是什么时候可以合体？然后你进场还给我转猪，什么意思？所以这边好，现在大家请心里先啊，我们先回到原点。现在是没有任何一个回合，我们开始计算最快几回合可以合体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是觉得重新来会比较好啊。我干嘛洗技能？我们重新进场，前面讲过的就不再讲了。我们这个一进到底，好，大家那个玩这队不要洗技能，洗技能很蠢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一进场的时候开下庸子手消全板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好，开下去，版面好的话其实可以。试着手消看看我手消看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全部手消吗？转珠好烂，好舒压的版面哦！一进场整版手消，直接先捡一波 CD 再说啊。庸子感觉可以走很远，对他当队员的价值很夸张。这个像这种卡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关掉庸子，再开庸子，刚好解中高康盾也可以。这是固定的死康波版面，所以接下来奇迹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你会看到最速的合体玩法。两回合就可以合体了，各位，来，天上天下全部合为一体。这版面后面没有、哦。是不是？然后再开这个。然后你就可以叠珠了，是不是很舒服？我怎么叠嘞？这样叠，对，这样应该就过了。然后下回合我们再开庸子好了。72亿，第三个回合我们就直接挥72亿的伤害，是不是？比之前的那个暖机更快啊！不过这队有一个缺点，再次的提醒大家，没有螺旋力，没有高血量，这是两个你要快速合体的代价。他血量不像是正常主法那样有可能50000以上吧。然后也没有螺旋力可以炸板，光这两点就强度就差很多了。直接消好了。有没有想说开一个爆发？但好像想起来我们也不会被打死，所以就算了。
没有初音龙歌强度是不是有差？有啊，一定有差的、啊。数字上面体感的话，可能差个两倍以上吧。哎，有这么多吗？我要去算一下倍率才能跟你讲说差几倍。但还有最大的差别是它那个，看一下好了，最大差别是它，哎，话都讲一半的这个实况组，等一下，很整猪，等一下，很忙哎，哇，整满消吗？注意啦，还有最大差别就是他那个龙科能力啦，没有办法无脑的破拼土遁。阿红是谁？我超认真看到整出这个聊天室，聊天室已经不是聊天室了。我想想看，这里好像可以。靠手转也没差。然后我们这队有一个特殊的打法，等一下再说。等到技能都跳再说。大学生明天要上课，很累，辛苦了。今天时间可以看我的直播书一下。好，新技能。OK， 这里它可以有个这个很屌的开镜的话，哎，现在终于可以展示了。啊，对对，哎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展示。好，这里在质疑自己，先开这个吗？是吗？我试试看，应该可以这样玩，然后再开这个，是这样玩吗？是啦，然后用这种光珠不能消的，再开关庸子。不能开庸子哎！不能开，感觉那个无脑转。还我无脑转法！哎，刚刚开始送他，还我无脑版面转法。至少我们曾经美丽过，你们说是吧？至少我让大家看到那个可能性了，是可以无脑手消整版的。他曾经出现过，就像流星一样，很快的又不见了。嗯，怎么说呢？哦，好扯哦，怎么技能都不见了啦？伤心呢。伤心欲绝，到底还能躲云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哎，对，庸子要先关，对哈，先关庸子啊。对，其实刚才那操作是可以的，就是你先关庸子，然后再开两个那个技能嘛，然后最后再把庸子开回来，哎，就是完美无脑了。对，大家好聪明哦。反观台柱，反观台柱，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台柱，应该可以过吧？哎，刚才明明就有机会展示那种无脑的消猪。好伤心哦，但是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这一对，反观台主无脑开，哎，真的，正常人可能是无脑啊，开完之后无脑转，我是无脑开，然后脑袋炸裂，脑袋炸裂的转珠。我最后一关都无脑莎娜，可能潘多拉才有办法，这队没办法莎娜。好啦，大家应该懂我这部影片想实战什么。好啦，
赞，提问大家，我觉得这一队有未来，感觉还是有机会上场的，应该有，